诸位同学，我们上一讲给大家介绍了坐禅的方法。在坐禅的这个方法当中，主要是要注意五样事情。第一是我们吃的东西呢不能太饱也不能太饿。第二是我们睡眠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第三是调节我们的身体姿势要恰当。第四是调节我们的心，第五是调节我们的呼吸。那么这五样调好以后，就可以修习禅定。但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啊，修习禅定并不得入定的要门。为什么呢？就是没有掌握进入禅定和从禅定里面出来的这个技巧。所以平常我们大家念佛也好，修这个持咒也好，有时候常常会坐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以后，然后呢突然这坐坐得很舒服，下一次你再坐还想进入这种很舒服的状态，没有了，进不去了。你什么时候能够让自己很舒服？把握不了。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你不懂得进入那个舒服状态的那个门。就像我们大家做梦一样，你有没有感觉到做梦好像从醒进入这个梦有一道门，但是那个门槛在哪里你根本不知道。等你有梦的时候已经是睡着了，但没有梦的时候还没有睡着。那么从有没有梦进入梦境的这个进入梦境的那个门是不是很清楚呢？如果诸位锻炼的话呢，你可以让自己进入这个梦境，也就是说那个关键的地方你要找到从没有梦到梦的那个地那个关键点接触点在哪里。有一本书叫《你是做梦大师》，那我们大家可以训练自己，使自己从没有梦进入梦境。有时候你在躺在那里想，脑袋还是很清晰的，然后呢妄想很多，其实睡着了自己还不知道，还常常会有这种经验。所以如果我们修习禅定有一定受用的人，他完全可以自己编织自己的梦，也就是说你想在梦里面见到谁你就可以见到谁，这完全可以的。因为梦境是我们的妄想的延伸，妄想的具体化，我们平常的妄想是很模糊的，你要是妄想很专注的话，在梦境当中它就会出现。所以这个禅定的学习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要让我们把握从没有进入禅定然后到进入禅定，在进入禅定之后，在禅定当中如何住持禅定，就让你的心啊住在那里，保持这种状态。所以寺庙里面的方丈叫住持，就是住持佛法，就使你的整个身心能够住在佛法当中，保持有佛法的受用，叫住持。然后呢你不想在禅定里面了，你想出来了，那么怎么从禅定里面又出来？这必须认识到那个门在哪里，所以叫禅门佛门。你进入禅定之门那个地方很重要。那么我们大家如何去进入这个禅定之门呢？就是上一次我们学习了调五识以后，那是基本方法。当我们具备了这些基本方法，接下来必须了解的就是入住出这三个字。入就是进入禅定，住就是住在禅定里面，出呢就是从禅定里面出来。这三个方法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先做一个交代。那么入禅定方法怎么去入，有三个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在调五识的这个基础上，我们打坐姿势做得很端正，然后呢呼吸也调好了，风传气息调到息，心已经不浮不沉，调心啊不浮不沉。不浮就是不要浮思乱想，不要浮躁。沉呢不要沉默那里什么都不知道，好像心里很灰暗一样，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不是那种状态，是让自己不是浮也不是沉，就是很清楚却没有散乱。调节到这个时候啊，接下来想进入禅定就是
有三个方面呢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呢，是注意自己的身体的状态，身体、呼吸。身体是坐在那里的，还是站在那里，还是在走路，包括我们的环境。你现在是在禅堂里面，还是在念佛堂里面，还是在家里？你对环境很清楚，对自己身体的状态也很清楚，然后对自己的呼吸非常清楚。呼吸啊，呼吸调好以后自己很清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对身体的感受很清楚，状态跟感受又不一样。状态呢，只是你坐在那里这个样子，那个感受到底身体是痛的还是不痛的，是哪里有没有痒啊，有没有其他感觉，痛酸麻木有没有发麻，这些感觉都非常清晰。那么这种状态呢，一般来说如果打坐进不了禅定的人，他可以惊醒最好的。惊醒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要知道脚踩到地上这个感觉是什么感觉，就是脚跟地面接触的碰触的那个感觉，你要找到。你不踩到那个地上是没有感觉的，那踩到地上肯定会有感觉，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你要很清晰的把握这个感觉。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自己的心啊，很清楚自己的心，心里稍微有一个念头也知道，但是他让自己没有念头。这样子三个如果清晰了，你就进入禅定了。当然要有禅定的方法，如果没有禅定的方法呢，你进入禅定恐怕是一个散定，就是欲界的散定。如果有方法了，比如说你念佛，你通过这三个方面调节以后，然后你念句阿弥陀佛，这个时候它就是跟念佛三昧很相应。所以呢，今天我们先做个简单的训练一下，大家看看啊，我们可以做得端正一点，先把上一次学的这个调五式啊稍微的调一下，可能有些呼吸还不一定调得很好，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方法很重要。这个呼吸如果很粗的话呢，你也是知道自己呼吸还太粗，然后呢你先不要管它，等自己能够把这个呼吸调到真正吸的，就是若存若往的状态，那它就进入禅定的这个之门了。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三者，我们就是禅定的入门之处。如果你不明白这三者，那你不管你打坐坐得多舒服，可能都是偶然的。所谓偶然的，就是你没有从正规的门进来的，也可能别人把你扔进来，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你要自己让自己一步一步的从这个门进来，以后呢有机会让自己从这个门再出来。所以今天先介绍一下这个入住处。好，我们先训练这个入啊，入，大家观想坐在这里很清楚了，调身，身体啊很端正，比如在盘腿的时候，我们现在呢不用做特别端正，就是我们觉得很轻松很自然，非常轻松很自如啊，坐端正了。然后呢我们呼吸很清楚啊，看自己是什么呼吸，然后看自己的心有没有想东西啊，这样子让自己不想东西了。这个五式调好以后，接下来就这三个字。第一呢，是对我的环境、我的身体、我的呼吸很清楚，这个清楚里面不夹带任何价值判断，不要说哎呀太糟糕了那边很吵，你不用管它是吵是不吵，你只是知道啊，现在这样我们知道坐在这里的样子，知道自己的姿势，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的呼吸，要很小心啊，知道自己的呼吸，这是第一个，只管知道不要判断好坏。第二呢，知道身体的感觉，感觉啊，身体是坐在这里到底是感觉很重还是很轻，还是觉得没什么哎，或者觉得哪里有点痒有点不舒服。但是最好呢，你这个时候手啊不要乱动，身体不要乱动，你要是想动的话，包括你的动作你都要很清晰很清楚，
看自己到底动的幅度有多大，那动的感觉是什么。所以呢，你一开始最好不要动，不要动呢容易把握你对身体的感觉，全部身体的感觉很清楚。你要是动来动去啊，肯定就忘记掉了，就对它的感觉把握不住了啊，身体感觉到这个身体。然后第三，感觉自己的心，心在哪里呢？什么妄想都没有啊，就知道自己现在什么都没想，只是知道而已，知道我的环境，我的身体，我的呼吸。身体的感觉是修行四禅八定最重要的一点，大家就是他的感觉最重要的不是心，而是身体。你对身体的感觉很清晰，越清晰越容易进入禅定。不管是什么感觉，你不要给他判断。比如说你觉得那个地方痛，你不要讨厌也不要喜欢。如果哪个地方脚歪在那里，你就去感受歪在那里的感觉啊，这样子很清晰以后，然后这三者同时很清晰，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法门，比如说是观心或者观息观呼吸，或者是念佛，那就是静静的也很清楚身体的状态啊。我现在就用这个念佛来做个比喻啊，举一个例子，南无阿弥陀佛，包括自己舌头动的样子，舌头动的感觉，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声音啊，都很清晰，然后别的妄想都没有，对身体的感觉也很清楚，讲话的感觉也很清楚。这三者如果很清楚以后，然后你再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就是住，就是住在定当中了。你看它没有散乱，很清晰，住在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它就住在这里，对你全身的感觉很清晰，它住在这里，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波动。那个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像在这个房间里面所有的窗户门都关起来，一盏蜡烛灯点在那里，没有风，这个灯的柱子啊，灯光的那个光柱啊，没有动摇。如果有风了，那个灯光柱就动摇了。那你的心很清晰感受到你的身体，你的这个动作，然后呢你的呼吸都很清晰的时候，然后南无阿弥陀佛，你看很清晰，没有动摇，很清晰，就是这个灯的光它能够照耀整个房间，没有动摇，就是这个环境窗户没有打开，风没有吹来，那就是意味着很清晰的那个是我们的智慧，没有动摇的是我们的定力，这就是禅定，住在禅定里面。那么当你住在禅定里面，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是在念的时候很清晰，那么现在我们时间到了怎么办呢？我们还是感觉阿弥陀佛，我要停下来了，然后呢身体的感觉我不要管它了，放松，不管它，心里妄想也慢慢的退出，不管它，呼吸也不管它。好，这个时候我们又已经出来了，什么都不管了。这样子从进去也是三个条件，出来也是三个条件，那么我们大家就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的定力到底有多深有多长。平常我们一般打坐啊，你想坐两个小时坐半个小时，几乎你没有这个禅定的本事，你的定力也不够半个小时，所以坐了几分钟以后开始烦，开始乱，开始难受。那么我们如果真正的想修习禅定呢，你要很认真的去让自己每一次要进这个禅定，你就正儿八经的进，进来以后要出来，你就正儿八经的出来。那么你就看自己先两分钟，那么这两分钟你想绝对可以把握自己两分钟的念头，但这个也很不容易，一般的人如果是没有学习佛法训练的人，这个两分钟也不行，他就是
半分钟也不行，让自己的心啊很清楚的了解自己的心，他根本就做不到，很多人做不到的。所以做不到的人呢，他就需要修行我们前面的25方便，把前面的那些方便先休息好了以后，然后要集资进账，集聚自己的资粮，净除自己的障碍业障。因为你的妄想太多，像那个洪水一样冲过来，根本就没有办法抵住。那么我们学习了这个方法以后，实际上禅定啊，就是让自己不停的训练，你训练的深，训练的熟了，随时都可以进入禅定。你训练的不熟呢，那就需要一个环境在那里啊，大家有共修，然后再一起去进入这个禅定。所以对于一开始的修学的人，好像这个佛法很神秘，实际上你掌握了这个入门和出入住出的这三个技巧以后啊，一点也不神秘。你自己啊，就是比如说一天当中你在办公室没事了，然后呢你可以闭上眼睛往那一坐，就感觉自己现在知道你的环境怎么样了啊，事情都安排妥当了，然后呢你把呼吸调一下，然后就特别重要的是要感受你的身，感受你的身体。比如说我自己啊，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你把手放在搭在这个桌面上的时候啊，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手感觉有一点麻麻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啊？这个感觉很舒服，但是你在入定的时候不要去感觉舒服，你不用去感觉舒服，它自然就是那种感觉，你不用说哎呀这个很舒服，我要让它再舒服一点。你入定以后可以这样，但是在入定之前呢，我们只是去感受它。所以好的感受、不好的感受、痛的、不痛的都没有妨碍，你都可以进入禅定。这样子把这个入、住、出这三个不停的锻炼，锻炼好了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如果有一个方法，你这个方法每天可以训练好多次。如果说一个想了生死、想真正进入禅定的人，他的意志力比较强啊，一天应该有40次提醒自己，差不多，就是也可能你只进入一分钟或者是半分钟，但是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进入以后啊，一定有事情，你一定要让自己出来，你不要进入了以后入在定那里，然后碰到事情了马上一甩就跑掉了，那下一次你进入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模糊了。所以我们开始训练的时候啊，一定要很小心啊，让自己慢慢的这样去训练，然后有事情呢让自己先说，哎，我现在不入定了，我现在先去做事情去，这样子你训练了几次以后就知道，做事情跟这个入禅定虽然在方法上不一样，但是呢这个禅定的定力要是时间足了以后，它会慢慢慢慢的扩散到生活当中，那就是到你找路的时候你也知道找路怎么走，吃饭的时候也知道吃饭怎么吃，它就变得很清楚了。那么这么一清楚下来以后啊，你的整个人生就会充满了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就是知嘛，如日中天，那知道的知下面一个日，如日中天，那个智慧照耀我们的整个身心前因后果都照得清清楚楚，这是智慧。就是这种智慧呢，它是没有副作用的。所以佛法讲智慧啊，不同世间人讲的聪明，聪明呢他可能想出一个招来，然后下次可能遭到更恶的报应也有可能，那他不懂得这个，不明白这个真正的前因后果。但是这个智慧呢，它绝对没有副作用。诸位可以想一下，就是我们对环境非常清楚，甚至别人，如果你定力好的人，对面跑过来一个人跟你讲话，他的起心动念慢慢的你就知道了。所以启发神通妙用啊，都在禅定当中。禅定修多的人，他很容易这个得神通的。得神通最初得的就是他心通，他心通也是从前到生慢慢的，因为他的心啊越来越微细，特别是对环境的感觉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以后，是别人的对他到底是笑还是假笑还是真笑，他一看马上清清楚楚，不需要去另外起一个分别，不需要分别的，就像镜子一样。所以这个入住出这三个，本来呢是我们在上一次讲的时候啊就要给大家介绍了，因为上一次讲的这个调五识网了，那就是一个入禅定的方法。那么上一次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在这里再补充一下，有没有学会啊？刚才有没有知不知道这个方法？
可能如果不知道的话，你下一次我们再看这个文字或者录像带哦，再继续的对照自己，这样子是一个修四禅八定、禅定修禅定法门入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那么，假如说我们是修行大乘的这个密宗或者是净土宗念佛的，他虽然不讲这些，但实际上呢，就叫你不要打妄想，你好好念佛。然后你专注在念佛的时候啊，他时间念长了，这些也是完全了解了。所以他法门的高深也就在这里，就这些细节他不告诉你，就是直接把你拎到这个屋子里面就行了。那我们现在呢，是告诉大家，你要从这个门进来，而且还要认得这个门，你要认准这个门到底在哪里。现在可以试一试看啊，就让自己散乱的心进入这个禅定的心，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在心态上是不是有一个简单的变化啊？刚才我们不叫大家进入的时候，实际上坐在这里呢，你有一点是糊里糊涂的感觉的，虽然也很清晰哦，但是对你自己身心环境并不是很了解，只是在这里听而已。那你现在用了这个方法呢，你首先对环境了解了，只要一觉照，马上像镜子一样把环境、把身体的感受到了，然后呢，让自己的呼吸、心也很清楚。你看这三样清楚了以后，他整个就处在一个定的境界啊。这个锻炼呢是要经常锻炼的。好，我们这个是补充上一次的。那么今天呢，接下来要讲行无法。这个行无法就是一种伟大的志向和动力。我们常常用这个出去旅游或者是寻宝做比喻，比喻我们进入佛法的宝山去采宝。那么你要进入宝山，我们首先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路上的路费、粮食、衣服这些准备是外在的资粮，所以叫资粮位的修行，集聚自己的资粮。那么对自己身体的检查、锻炼，使自己在路上不致疲惫、中途而退，这个叫加行。所以一般的修行啊，是先有资粮位，然后再有加行位。加行以后呢，然后就见道位，见道就你已经开始上道上路了。那25方便实际上是让我们做资粮和加行，资粮和加行。也就是说，先锻炼好自己的身体状态，然后你才可以进入宝山。这样啊，25方便表面上看起来，有些地方好像还蛮艰难的，但实际上呢，我发现呢，有很多人在几十年的学佛过程当中，他见到位的修行没有的，最多就是做一些修行的准备工作，所以这个非常可惜。那我们今天讲完以后呢，就把修行的准备工作就介绍完了。那么今天是准备工作当中的最后一项，叫做行无法，也就是5种方便行法。我们看讲义里面，这5种方便行法就是欲、净、念、慧、定。第一。一者欲，欲离世间一切妄想颠倒，欲得一切诸禅智慧法门故，一名为智，一名为愿，一名为号，一名为要。世人智愿号要一切诸生法门故，故名为欲。如佛言曰：一切善法，欲为其本。所以这个欲是我们最重要的动力。我们常说啊，一切众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那么我们所有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欲望使你活在这里的动力。如果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欲望，这个世界就变成沙漠了。
再也没有人去做事情，没有去劳劳动，哦，我就不可能有生命存在。所以凡夫众生他是以欲望作为动力，那么佛菩萨呢也同样来这个世界度众生，他要以他的愿力作为动力，是愿力啊，愿实际上就是欲啊。我们的欲呢是什么？是一种错误迷幻颠倒的贪欲，贪欲就是贪得的一种欲望。然后这种欲望呢有善有恶，恶欲使我们增加痛苦，堕落三恶道，就像叫什么饮鸩止渴是吧，把这个砒霜拿过来止渴，或者口渴的时候还要喝那个盐水，盐水是咸的啊，让自己喝得更渴。如果是善法欲呢，这使我们暂时的得到清凉，得到解决解渴，但是究竟来说它还在六道当中轮回。那我们大家现在欲望又充满了整个身心，然后呢清净的无欲则干的这种没有欲望啊，我们又找不到，怎么办呢？就中间有一个最重要的转化，就是把欲望转化为一种善法欲。所以善法欲啊，使我们出离三界的重要的动力。你假如没有善法欲的话，你连做人的基础、升天的基础、出三界的动力都没有。所以这个有一个比喻很好玩，就像射箭的人一样，射箭的人他的手啊要把弓拉在手上拼命的这个拉紧，要拉紧，这个拉紧以后他手这么一放呢，箭就出去了。如果他不拉的根本就箭射不出去，但是你说就拉紧了不放呢，他箭也说不去。所以我们这个善法欲也是这样，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箭拉起来拉紧了，那善法欲到了一定的时候啊，他自然而然对世间的三界轮回痛苦的这一切在生命当中突然就会舍弃。所以修行禅定功夫好的有具备正知见的人呢，他就自然而然有了禅定的定力，会解脱。那如果我们没有这种闻思的智慧，修了四禅八定以后没有出世间的这种渴望，没有真正解脱生命的这种渴望呢，他还是在三界里面，哎，就像把这个箭拉得很紧，但是他不放。所以这种欲望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说啊，我们一般的人这个欲望呢就是会导致自己很多痛苦。禅定是让我们对于禅定的欲望产生一种急切的渴望。大家有没有这种向往？实际上欲望是一种向往，就是世间会有很多价值观，很多时髦的观念标榜出来，然后呢世俗上的人他会来这个东西值钱，这个东西好，然后大家呢就向往这个好，那到最后呢世间的很多好都是毫无意义。所以我有时候啊经常讲一句话，我说这个世俗的价值观啊很害人。实际上我们看几千年的历史文明就是价值观，那些文明都是创造不同的价值观，当他一旦创造出来，大家有人觉得哎，这个价值观不错，他可能会流行一下。这个价值观如果范围更广的有生命力的，可能他延续的时间长一点，如果他生命力很短的，那就现在说的赶时髦，这段时间这样子，过一段时间他又不可靠了。那么佛法佛陀是有无限的智慧和慈悲，他也观察到我们众生有这样的需求，有这样的价值观不停地使我们生命在这里，就像那个有个比喻说像这个狗追那个骨头一样，那骨头扔到东它就跑到东，扔到西就跑到西，咬过来以后什么东西也没有，那就是你在追的时候有一种欲乐。我们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他要追求名闻，追求利养，追求这个地位，他在追求的过程中他很迈进，但一旦得到了他反而无聊了，
是不是这样？经常是这样子。所以呢，世间的东西你醉了以后，它会有很多的负面的东西，负面的，使你变得更加不积极，更加无聊，甚至呢，有了钱，有了地位以后呢，他更加去愚痴，去做这个害人害己的事情。那么佛陀看到众生这种颠倒以后，他也要以一种方便的方法使我们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但是我们又有欲望怎么办呢？他就给我们创立一个新的一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也同样是建立在人间的，也就是人天正。他同样让我们能够感受得到佛法太好了。如果他都是解脱涅槃的法，我们一听听不懂。比如说涅槃的世界里面没有这么花花绿绿的，那我们想没有花花绿绿那有什么意思啊？好像都没有彩色了，变成黑白了是吧？所以呢，佛陀他用建立人天乘，人天乘的这个禅定法门，就是让我们升起一种比较。世间它有很多烦乱，那么佛法呢，使我们烦乱的心没有掉了。世间它会变得糊里糊涂，到最后不知所措。哎，通过学习佛法以后，脑袋清醒了。那么世间的人，他以我执自私，以我执为中心。比如说，这个我执呢，也有大有小的。我们为这个国家想这个为就是什么护国安邦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觉得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国家是好的，要保护我们的国家，那敌人的另外一个国家就是不好的。那在一个国家里面，我们说这个省要跟那个省竞争，我们这个省是好的。那在这个村里面还有那个村是这个村，我们要为这个村的人着想。在一个家庭里面呢，这个张家要跟李家互相争抢长短。在一个家庭里面，兄弟姐妹兄弟之间还要争自己的长短。然后呢，这个夫妻两个人在对外的时候他就是很齐心协力的，但是内政的时候呢，两个人肯定就有矛盾了。为什么？因为大家的真正核心是自己。所有的世间的人所谓爱呀，所谓什么东西呀，他的真正核心是自己。说哦，我一定要为你怎么样怎么样，那为你怎么样呢，实际上是你对我太好了，如果为了你呢，我可能会更开心。所以他真正的核心是自己。那么这个我执在这里的时候啊，他的烦恼就是无尽的，他不可能真正得到解脱。所以在相比之下，我们把自己的心进入禅定以后，这个禅定的快乐它没有副作用，最重要的是没有副作用。世间的快乐很容易产生副作用，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有了一个比较以后，就自然升起一种欲望，这样的价值衡量一下，我们觉得值得去试一试，或者值得去让我的生命进入这种状态，这就是一种欲望，一种欲望。所以通过善法欲啊，来改变我们负面的那些欲望，要记住这一点，就善法欲我们还是很需要的。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如果你没有善法欲，那可能人就活得很无聊了。所以有了这种欲望，说为什么要有这种欲望呢？想要离开世间的这些妄想颠倒啊，黑白是非颠倒的这种状态啊，我必须把它离开，要得到一切禅定智慧的方法，这些法门，要让自己进入这个有智慧有定力的这样一种状态。佛经里面有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凡夫像个木头，还不是像个木头，像个石头。石头呢在山顶上往下滚，它也停止不了，一直在那里滚，我们这个心。然后呢它也没有放光，下滚滚到哪里就是哪里。那这个二乘人呢，他要注重自己的禅定，修禅定的人，他进入禅定以后啊，他住在禅定里面不出来，也不度众生，那这就像一个木头，木头它停在那里了，但是它也没有光明。那么只有佛菩萨才是像一个灯，一盏灯，这个灯它没有动摇，它能够照耀旁边的周围的这一切。那我们世间的智慧呢，像这个灯是有晃动的，就我们的夜风吹过来以后啊，有很多的行为使自己的心啊忐忑不安，这就是夜风。当你夜风吹来的时候，你智慧的这个光明就受影响了，就像灯光被风一吹以后就摇晃起来。那么这么一摇晃以后，
我们的这个环境自然就看不清楚。所以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就是在这里面，但是你的智慧不够啊，在那里摇晃来摇晃去，摇晃来摇晃去以后呢，就对自己的身心状态一点都没有把握。所以修行禅定要让自己这种摇晃的心态要把它稳定下来。那么这个欲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志向，这就是立志。我们立志啊有很多种，佛法里面的这个志愿我们可以说有两种最根本的。第一种，我们希望得到禅定解脱。禅定解脱，禅定解脱的这个智慧呢，这个愿望呢，就是针对我们现实的身心有很多不如意，束缚，有很多痛苦，然后呢，希望自己解除这些痛苦，这些烦恼，这是第一个欲望。第二个欲望呢，就是希望自己解脱以后，还要帮助所有的人都能解脱，这是菩萨的大愿。啊，要升起第二种愿才是菩提愿。所以菩提发这个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就希望自己能够解除一切痛苦，具足无量的智慧。下化众生，就是把这种慈悲心运用到生活当中来。啊，这两种心是我们最重要的志向。志向亦名为愿。啊，愿呢就是愿望，使自己把这个世间的欲啊，上法的欲转为一种愿望。那亦名为好。这个认真学习的人还不如好学的人，说这个什么习之者不如好之者，是吧？是不是这样说的？就是你要向他学习，还不如你对他感兴趣。那么对于禅定也一样，你要对这个禅定啊感觉有兴趣。你假如觉得这个东西虽然是好，但是我觉得一点兴趣也没有，那这样子啊，你以后可能就坚持不下去。而且呢，这个禅定啊，实际上就像我们呵护小孩子一样，你一下子想让他长大也不可能。你说今天我静静的努力啊，然后这个继续两三天我就让他这个开悟成佛，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小孩子他需要慢慢慢慢的长养圣胎啊，你如果一下子就让他成佛，那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个佛菩萨早就把我们全部弄成佛了。所以呢，这个好啊，就是让我们有这种向往，那慢慢的去一直坚持下去。只要你这个方向是对的，道路是对的，啊，方法是正确的。那一名为药，药呢就是乐，这个乐呢读药啊，好药，药呢是指这个心里很激动的这种快乐，这是叫那个药是什么？跳跃的跃，是同样的意思，就使你的心觉得很激动啊，有这样的东西啊，我必须及时的去得到，不要失去当下可以把握的这些机会。就当我们现在学习的时候，或者在生活当中，你都可以让自己感受到啊，我随时可以把握它，随时可以得到这种禅定的快乐。不要老想到某一个时候，不要老想到将来的某一个时候，因为将来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是无法把握的。所以现在你能够想起来，你当下就要升起这种好药之心。所以这种人呢，他说自愿好药一切诸生法门故。啊，这里还讲了一切诸生法门，一切是不让自己的这种愿望志向啊局限起来。你不要说我只得个禅定出禅也行啊，啊，我得个出果阿罗汉就不错了，不要这样想。你要想到自己是希望得到一切的法门，就是世间出世间，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本来拥有的所有的一切状态都要很清晰去把握。实际上佛菩萨就是我们自己，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心当中具备佛菩萨的这些素质，这些能力。那我们现在呢，因为妄想颠倒太多了，你把自己的这些能力都削弱掉，甚至是覆盖住了，
掩盖住了，你没有显化出来。那通过禅定以后呢，就是慢慢的把自己心中的这些慈悲心啊、能力啊，都给它开发出来。哎，禅定啊、法喜啊，都开发出来。开发出来以后，就是自己的啊。所以一切啊是很重要，就是心愿要广大啊。这个欲，诸生法门呢，这个生啊是针对钱而言，就是我们不要弄一点喜欢这种浅显的表面的东西。比如说你修行禅定，虽然定力深的人他会得神通，但是你千万不要只想到要神通。如果你只想到要神通，恐怕得到一点神通啊，也许就是妖魔鬼怪附体的，那你就更麻烦了。所以不能简单的只希望神通，但是神通是自然而然就有的。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六通当中，佛法告诉我们，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这五通我们不要轻易的求。我们要求第六种，叫漏尽通，漏尽烦恼。一切烦恼如果没有了，那你得到神通它自然而然不会有副作用。假如我们烦恼没有断尽，你有了神通肯定会有副作用，这是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有一种这个叫什么炫耀的这个心，我们大家都有这种虚荣心，每个人他会，如果你烦恼没有尽，那个虚荣心还没有被打破的时候啊，你有一点神通，你马上就会想用一用试一试了。比如说你在大街上别人骂你啊，说你这么什么不行什么不行，你想想如果神通你还不露一手是吧。但是这种露一手他肯定会出问题。所以那个吕洞宾当时吕纯阳啊已经得到神通了，他有五通，但是他烦恼还没有断尽，就是我执还没有断。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很想炫耀自己，而且他炫耀自己的过程中还带有很慈悲很善良的感觉，这是要命的。这我们平常炫耀了，你回这个照顾一下自己，觉得哎呀很惭愧哦，自己怎么这么虚荣。但他有了这个本事啊，他去虚荣去炫耀自己，他还觉得自己很委屈。他到那个岳阳楼，岳阳楼知道我们有岳阳楼记啊，到岳阳楼里面进来出去，他看看这个穿着普通的人的这个衣服，别的人嘛，这个芸芸众生人来人往都认不出他是神仙，他就感觉很委屈，他就跑到那个洞庭湖上面用神通飞过去飞过来啊，飞几次，然后在那边啊这个念一首诗，他说：“朝游北海莫参悟，袖内青蛇胆气出，山路岳阳人不识，懒吟飞过洞庭湖。”啊，飞过来飞过去。所以这个在洞庭湖旁边有个亭子，亭子上有副对联，那对联上啊，这有一句话，这个上联写的非常有意思啊，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只想笑。怎么写呢？他说：“吕道士太无聊，800里洞庭飞过来飞过去。”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坐在那里喝茶聊天，你说他弄一点神通在那飞过来飞过去，是不是很无聊啊？这很有智慧。所以你他有了这个智慧，后来他觉得很了不起吗？这但是还是有善根的人遇到黄龙祖师啊，黄龙祖师开示他，后来他开悟了。开悟了以后呢，他又写了一首诗，说这个：“抛却嫖囊弃却情，从此不恋拱中金，自从一见黄龙后，始知从前错用心。”啊，他以前啊他错用心了，把那个我执放得太重了。所以呢，我们这种欲望，就是说你这种愿望啊，一定要很深，希望自己能得到深的法门，不要浮在表面。那么最深的法门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大智慧和大慈悲，那佛菩萨具备的这个最深的法门啊。在佛菩萨具备的大智慧大慈悲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可以具足世间出世间一切方便方法啊，一切方便的这个智慧妙用。所以要有这样大的志愿才成为欲啊，修行禅定有这种欲望。所以佛说啊，一切善法欲为其本。假如我们没有这样一种方向感，没有这种皈依感呢，没有这种方向，就不会引导自己走向真正的有智慧有慈悲的道路。这是第一。第二则精进，
坚持境界，弃于五盖，初业后业，专精不废。譬如专火未热，终不休息，是名精进善道法。这个精进两个字啊，精则精纯不杂，静则不退。精就是很精纯，很纯粹，很精密，很精细，很精致，让自己的心啊变得很精密，无懈可击。静呢，让自己不要退步。那在念头上，在特别是你在坐禅的时候，坐在那里啊，要让自己的这个心能够延续这种定的状态，很纯粹，然后呢不要夹杂别的东西。只有在这种定心当中，你会慢慢的感受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清安啊，或者是很空旷的感觉啊，你都不会太在乎，你只是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不会太在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身体的这些病啊，或者一些不舒服的这些状态，慢慢就得到调节。所以地水火风这四大得到调节以后，身心自然就会愉悦起来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叫精进。所以这里说啊，说坚持境界，境界就是禁止我们去做的一些戒律、一些行为。那么这些行为主要是指危害我们身心健康的，就是让你的心啊会变得杂乱不堪，使你的身体呢会垮掉。这一切行为我们要坚决禁止、制止，绝对不能害自己啊，就坐禅啊，绝对不能害自己。同时呢，要弃于五盖，五盖就是什么？还记得吗？第一是贪欲盖，第二是嗔恚盖，第三是睡眠盖，第四呢，吊诡盖，第五疑盖。啊，要让自己这五种盖啊，不能加入你禅修的过程。当我们对于禅定升起这种愿望的时候，就在这个动力之下，你不能再退缩，那不能光想不去做，也不能光想不去说，光说不去做，这样子都不好。所以你想到了就要说到，说到就要做到。那这样子呢，就是以精进心。他这里面要求我们说，初业后业专精不废，这特别是指出家人。出家人因为不务世间的这个生产事业啊，所以呢以修行作为自己的正业，那么应该初业后业啊应该都认真的修行。在家居士白天工作很忙，那其他没有时间，也只能在初业后业去修行，可能那这个也很难得。所以实际上初业后业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你只要有空，尽量不要使睡眠因缘这个耽误自己的禅定啊，耽误自己的这个甚深的这种法啊，对法的这种受用。说用个比喻，像钻木取火，这古人没有这个火柴啊，他是这个用木头钻的，在一个大木头，然后呢用一个小木棍呢，这个在大木头上不停的这个摇，不停的钻啊，摇钻了以后呢，这里面又发烫发热，烫了以后呢它会冒烟，那冒烟出来以后再钻呢，它这里面就会冒出火星来。所以有一个寄送啊，他这样说，他说学道犹如守禁城，昼防六贼夜兴兴，将军主帅能下令，不动干戈定太平。学道如钻火，冒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现，归家翻到头。就是说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精进心，像守这个禁城，紫禁城啊，这个城门一样。白天我们要防止自己这个六贼，眼睛一睁开就贪图外在的享受，多一张开就听啊，这个喜欢好听的。六根追逐这个六尘，这前面讲的五欲嘛，贺五欲啊，都白天要防止这六贼，夜里呢还要心心。心心就是让自己很清楚，不要昏迷，不要睡着，周防六贼心。将军主帅能下令，就是你自己的这种善法的欲望，很精进的这种欲望，这种心升起来的时候，那你不动干戈也太平，
这不要去特别说要去磕头啊、拜佛啊、诵经啊什么一大堆事情，不一定做那么多。但你六根跟六尘你守清楚了，你肯定会有受用的。那么这个装佛，如果是这个禅定过程中啊，我发现有很多人也会这样，特别是没有禅定经验的人，第一次一坐下来有些受用以后，他可能就是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那有了一次受用，可能要停了好长时间才能继续进步。为什么呢？在第一呢，他可能会很怀疑，很恐惧，甚至呢，不知道是为什么，在心里面啊，总是这个忐忑不安。然后甚至呢，他对第一次的感觉很沾沾自喜，很得意。这些心态都是使自己有了禅定的感受，反而停在那里。所以告诉我们，你这个钻佛钻到一定的程度，这个烟冒出来了，你不要停止。哎，你如果停滞在那里了，那就不是精进了，就是退转。所以学道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那你没有进步就是退步，不可能保持原状的。所以呢，当我们真正的对于你所修的这个法，进入这个法应该达到的境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安住。比如说我们修这个禅定法门，我们说我现在要达到这个初禅，然后你达到初禅，在初禅的这个快乐里面，你可以安住在初禅。然后如果你想达到四禅，你在初禅你不能安住，有了初禅的感受，你马上要出来，要进入二禅啊，这样子一直精进。那么如果我们长远的想法，那应该是追求成佛，一直到成佛的路上啊，不要退转啊，这是第二个精进。三者念世间为欺狂可见，念禅定为尊重可贵。若得禅定，既能具足发诸无漏智，一切神通道力成等正觉，广度众生，视为可贵，故名为念。念呢，就是念念不停。前面的这个欲啊，是一种大的一种意象，它并不是在心中升起很多信心的，就说我愿意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念呢，要经常提醒自己，要让自己变为一个指导自己具体行动的一个思想，指导你。那你的思想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思想，世间的这一切法呀，它是欺狂的，是可见。所谓可见呢，就是它有副作用。你得到了名，得到了利，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受用以后呢，它背后就跟着不好的东西来了。所以世间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可取的。那么我们心生命的这种心性啊，它是完全圆满自在，没有副作用的。所以呢，要想自己能够得到禅定的快乐，得到禅定快乐，然后呢有了智慧，那有了禅定的快乐，就发无漏的智慧。那无漏啊，就是没有烦恼的智慧。这里没有烦恼是指没有生死烦恼，分段生死就是见识后都没有。那么包括一切的神通道力，道力就是我们说道恒啊，这个禅定的力量，它这种力量呢，使我们在轮回的世间会充满这种自信，或者充满一种力量，不会被世间的八风所吹倒，世俗的八风吹不倒我们啊，这成为一种力量。那么最终要成等正觉，等正觉就是佛，就是要最终靠禅定和无漏的智慧来成佛，这是非常可贵，非常难得。那我们在心中要经常升起一种主动的观念，这种观念作为这个掌握了前面25方便的这些修行法门方法以后，这个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那么如果是专门坐禅的时候，这个念实际上是指我们每次打坐之前要回顾一下。所以我们一般的法门啊，都有这一个念。在净土法门里面，你看他一开始要念这个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你看他对于阿佛的这种大慈大悲，对于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念头升起很强烈的感觉。那我们每次坐禅坐下去呢，你对坐禅禅定里面的快乐也要升起一种很强烈的愿望，就是你坐下来的时候
坐下之前，在入定之前就要把它想起来，想好以后你再让自己进入禅定，这个力量呢它会比较坚固。如果你像没有这种欲望升起来，那这个念头也没有很专注的，很可能你坐着坐着以后啊，就跟那个完成功课一样，有没有？比如说大家在念这个准提咒，或者每天要念49遍大悲咒，一开始呢你每次念的时候那也感觉挺好，到后来呢念着念着就感觉好像是在还愿，是不是啊？那完成功课这样子呢你就没有力量了。所以这是念的，是指你每一次在修这个方法的时候，你必须把自己重新里面啊升起这种感觉来，这是念。第四是巧慧。巧慧是什么呢？是则巧慧丑量世间乐，禅定智慧乐，得失轻重，所以者何？世间之乐，乐少苦多，虚狂不实，是失是轻。禅定智慧之乐，无漏无为，寂然闲旷，永离生死与苦常别，是得是重，如是分别，名为巧慧。巧是善巧，善巧的智慧，就是这种智慧啊，它不同世间一般的聪明，确实如此。因为它把我们生命当中正负两面都看得很清楚，正面的那么就是我们是什么呢？是有智慧，有禅定是很安详很快乐，而且感觉呢很悠闲自得，那决然没有一点点不舒服不好的感觉，一点都没有。而且呢永离这些生死无常的世间法，与一切苦告别，这种东西我们生命当中有。那么另外一个世间的这些快乐，世间快乐你可以筹量一下，什么是快乐呢？好吃的是不是很快乐呢？好玩的是不是很快乐呢？是，世间是有这些快乐，但这些快乐它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你这样比较以后啊，你就发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世间的那些虚幻的荣华富贵，而是你扎扎实实能够感受到这个感受的这个心态。有了这个智慧和禅定以后，世间的荣华富贵会被你转变为清净庄严。如果你没有这种禅定智慧，那么你的这些荣华富贵就影响你，使你进入那种永远无尽的轮回当中。所以这样一比较一下，我们就知道了，这种定、这种智慧、这种悠闲自得的心态，实在是比其他的更重要。但这里我们千万不要误会，说生命当中这两种正面、负面的作用看到了以后啊，你把这个正面作用提出来，那个负面的东西它自然就没有掉。负面的东西没有掉呢，那个荣华富贵这些它照样还存在。我们看佛经里面，世出世间没有比佛的净土更庄严、更宝贵、更荣华富贵的。名闻利扬，那阿弥陀佛的名有多大？是不是？观世音菩萨的名有多大？他的知名度呢，绝对不在我们世间任何一个人之下，我觉得。所以呢，这些东西，它只要正面的智慧提出来，那些是附带的作用，附带的作用反过来就是你生命的妙用。如果你没有智慧去指导，那世间的这些妙用都称为副作用。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知道了这个以后啊，我们就知道哪个得失轻重，我们应该追求哪一样啊，这是巧慧。第五则一心分明明见世间可幻可悟，善是定慧功德可尊可贵，尔时应当一心决定修行止观，心如金刚，天魔外道不能拘坏。摄时空无所获，终不回意，是名一心。譬如行人先须知道通塞之相，然后决定一心摄入而进，故说巧慧一心。经云非智不常，非常不智，亦在此也。这个第五一心跟前面的巧慧啊，两个要联合起来看。巧慧是智慧，一心是定，所以定和慧这两者合在一起。那么如果没有智慧，你的
定啊，你的常不是真正的定。那如果没有定，你的智慧啊，也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最后说，非常不智，非智不常，非常不智。没有智慧的人，他进入不了真正的正确的禅定。那么没有禅定功夫的人，他也不可能有真实的智慧。所以这两者，智慧就像我们的眼睛，禅定就像我们的脚。你有了眼睛，又有了脚，那你找路就100%不会走错，也不会摔跤。那你如果没有眼睛，光有脚，很容易摔跤。如果光有眼睛没有脚呢，你一步也走不了。所以大家要把禅定和智慧这两者放在一起来看。那么心如金刚，能够把世间的这些全部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呢，一切天魔外道啊，所谓天魔外道是指什么？一般的快乐，有副作用的快乐，或者呢世间有为的善法，我们不要把这些基础的世间的这些东西影响到我们自己的修行。好，我们今天呢就学到这里，阿弥陀佛。